我这一代呢是一个失去母语的一代。我从小就被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对活活泼泼的好学生，但是我从来没有被好好的教育说我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原住民。那我的语言在我小时候就很深刻的被剥夺，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出母语专辑，是因为过去我出电音专辑，然后出很多各种音乐，那都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语言如果它能够被活着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所以在今年我很希望明年我能够发一个很年轻的阿美语的饶舌的新人，可以吗？他们根本不会讲母语，但是我告诉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愿意成为，你们是他们的粉丝是不是？等一下叫的比我大声的话，你试试看哦。然后他们告我就说，你们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阿美族？他们说愿意，于是一个年轻世代的原住民饶舌乐团就这样的出现了。让我们用掌声以及尖叫，欢迎这个新的饶舌乐团，来自于阿美族马滩部落跟马兰部落，欢迎妈妈岸。Never give up,